情话祝福你新春虎虎送吉祥，金虎进家户满堂。教育是百年世人的基业，也是情话最重视的施政要项之一。情话上任以来，积极推动品德教育，建立孩子们百善孝为先，饮水要思源，假给酒拜酒他为官粮。希望品友囡仔都能成为武艺精衡的好孩子。再次的祝福您新春如意，宏图大展，新年快乐。
出现了三题跟四题，但是绝对不可能一张考卷里面全部一二十题全部都出在这个章节，除非他电脑宕机。所以基本上那种想象，那一种所谓的万、不要说万分之一，应该千万分之一的那种几率，就是电脑命题错误那种几率，而且那个题目都看过了，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准备的国中生，你要准备基本学习册，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一件事情：每一个章节的基本核心重点先学会。至于里面更难的题目，你要不要去学，看你的时间，看你本身的理解能力。那我们其实基本学习册进考场在训练的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你面对题目，你一定要很清楚题目它本身要问的核心在哪里。我发现就是说，有些基础的题目其实它文字的叙述很长，对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一个试题，但是抓不到题目。对对对，那我们发现就是有些小孩子好像他思考没那么灵活，看到那么多的文字的话会慌乱，但它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，比如说计算的过程这样子。对对对，但是有的是不用计算，里面虽然有数字，它是不用计算的。那怎么办？就是因为他平常写的题目，他的风格不见得会跟基本学习册完全一模一样。那他写有那个死板的题目写久了之后，他很容易，除非他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旁边有人知道，告诉他你这个地方是哪里想错了，每一题纠正过来。不然他写完之后改掉之后又再写一遍的话，他反而是一直在重复他的错误。我们大脑很好玩哦，这个错误刻在脑海里，甚至有人进基本学习册他一紧张的时候，他会顺着他原来的错误再走。所以这种东西哦，我们其实不能怪小朋友说这个题目这么简单，你怎么一看就知道答案，你怎么不会。你要知道我们毕竟都年轻过，我们曾经也是十四岁十五岁的一个懵懵懂懂的国中生，对他们来讲，他们看到的世界的花花世界，他们生活经验毕竟还是比大人少很多，而且他们的生活环境、生活接触到的一个所谓的媒体啦、事物啦、人事物啊，都是我们大人少很多，就他的认知其实没有我们那么丰富。那我们命题是大人的思维去靠小孩，你会觉得你这样的东西是因为你活了三四十年了，所以你觉得这个东西简单，可对小孩子来讲他可能真的是第一次。我讲个简单的成语好了，我们在几年前还有一个小朋友把梁上君子，因为他没看过，梁上君子我就是看到君子，君子不是好的吗？还是不懂的意思。对啊，这你不能怪他，说怎么那么呆呢，梁上君子就是小偷啊。你看过，我问你，你现在在问任何一个国小小朋友没看过当然就不，但是他因为他有被修理过，我有错过，我有看过，在什么，这是生活经验的累积。那我们人类就是因为我们会修正我们的错误，所以我们才会思考。那你要让小孩子练习题目可以，一定要做到检讨改进，不然他同样的错误会一直一直的再犯。对，检讨改进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所以其实这个部分还是要靠一点练习。对，那你靠一点练习，但是你问题你要有人指导练习，不是你同样错误的动作，就好像我们举一个篮球国手好了，或者是那个所有运动的职业选手，就算是职业选手好了，职业高尔夫球选手，他要不要教练？也是要教练。为什么？他如果一个错的动作，一直练，练到最后上了比赛场地，他一定是什么？一定是失败者。他必须要有一个旁观者在旁边看，说：“你这个动作是因为怎么样错误了？那你因为我们是比赛者，我们知道我要提醒自己，教练有说这个地方要小心，要这样子做。”那你不要一直强迫十几岁的小孩子，让他一直不断的你就是念嘛，念了就会了，他会很痛苦，他真的会很痛苦。他只是告诉我想念啊，可是我一直在错，你也不告诉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请教洪安老师，其实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在国中这个阶段课程，其实很多家长是没办法教的，因为包括像是数理还是自然科学的部分。对啊，所以我其实很多家长都忘光了。对，所以我在礼拜天我们这一个我跟家长的沟通的一个讲座里面，我就是要沟通这个观念。其实东西没有想象的那么难，只是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很忙，没有静下心来把脚步踏慢一点。所以老师给你小孩子走这一段，家长其实可以花一点时间，对对，给孩子来读国中的这些课程。对对对，我是觉得那不要因为媒体的一些报道，然后你就会自己很主观的说对，国中就是这么乱，所以我的小孩子就是这样子。那没有那回事，自己的小孩子要自己救，因为他毕竟你是他最亲的人，
如果你都不愿意付出，你都不愿意陪伴他的，你想你丢到补习班会有用吗？对不对？你只能最后跟补习班老师抱怨啊，我的小孩子怎么怎样，麻烦你能不能怎样？这个绝对不是补习班，你要知道，他接下来国中毕业之后还是要跟你生活，在补习班国三毕业之后，就脱离补习班了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他是你的小孩，你一定要用心帮他找到问题点。那这个一定要透过沟通，绝对不是哦，父母想父母的，小孩子想小孩子的，这样子只会增加彼此之间更多的冲突，是这样子。对，刚刚黄老师有特别提到，就在这个礼拜天呢，1月31号嘛，哈，那下午好像是2点到5点的时候，在我们高雄市的三民家商礼堂这地方呢，有黄老师的一场演讲，演讲题目就是机测应考的经验分享。我想这个应该是会蛮吸引很多家长的，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啦，或者是什么。听过这些官员实在讲太多了，讲来讲去都是一千篇一律，所以黄老师这样演讲会比较针对，就是在这个针对对准备机测，那家长在这一段时间怎么样去陪伴小孩，因为他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他们是小国中生是很孤独的，很无助的，你怎么样在适时的之间扶他们一把，包含我们身为我们老师的人，在这一个关键时间里面怎么样去帮忙他。所以我也很希望我们的社会一些先知达人啊，